下池子，你快点儿。现在是5:30，你把我这么早招过来干嘛呀？这时间都有点来不及了，这腊八节，雍和宫失周嘛。哎，怎么没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世博。今天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，每年雍和宫都会在这一天失周，也会有很多民众早早在此等待。但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原因，今年门口是空无一人。到底我们能不能喝到粥呢？ Two hours later， 现在是早上的7:00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排队的人已经比刚才多多了。然后我们来问一下大家，今天是几点来的？我是5:30过来的。我来的时候是没想到我能是第一个的，我以为前面应该很多人了，结果我是第一个，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。7:00下的火车，刚下火车就直接过来了，我就是过来喝粥来了。腊八节嘛，我就想这个，到这块儿就听说这块这个腊八粥比较有名。然后就过来尝一尝，然后专门拿个小壳给我们小外孙子，哎，就让他身体好，讨个吉祥。我早上6:00过来排队，然后回家做个头发又过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一个锅，是专门用这个要用来。对对，给家里带一点，因为今天毕竟汉服的节日嘛，腊八，然后过腊八就是年嘛，然后觉得就比较好。刚刚一段时间的排队，我终于领到了自己的腊八粥。那么今年我发现这也是雍和宫第一次采用这种外卖的形式，也是考虑到了疫情防控的这个要求。池子，没让你白早起吧？现在我打开这个开包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次的这个粥是用在一个这样很精致的一个小的外卖盒里面，包装很严密。而且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给大家打开来品尝，但是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粥的这个用料是很足的，量也是很大的，非常的用心。刚才呢，我看到很多大家这个领粥的这种群众啊，领到以后表情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这个心情怎么样呢？真的特别好，而且他不会客人，他下次粥也弄了干不动也不会洒了干啥的，这个特别温馨，这个用这盒子装着，而且还有一个这个袋子，温和雍和宫的。挺意外的，我来之前还怕，因为今年又严重了嘛，我以为今年也跟往年一样都是在这儿喝，然后来了才知道是拿走，也是做好疫情防控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那怎么样，拿到粥什么心情？还是在锅里开心，希望大家在虎年也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。今天我们的雍和宫腊八粥之旅就圆满结束了，我和大池子都成功的领到了粥。大池子，新年快要到了，快点给大家送一个新年祝福吧。好，那我就把手中的这份温暖送给屏幕面前每一个你。那我大池子和世博提前祝您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